可以进攻了。Enemy down, Austin A 侦察成竖着侦察，要看到敌人的出生点。问题是我刚上车就被打了，操！
小横的灯条看不到后面的复活点。这个叫噗噗噗的，你不要打榴弹炮了，打到现在打了几个人，撑死打到5个人吧。
这个是浮役城的扫描哈，浮役城里边现在还没清掉。 Bro, are you good, bro? I don't understand a ，刚刚我在打他们。 我前面两个据点，出生据点，在后面快拿，你们都上来帮忙啊！
先别轰炸，那里面还有人呢。喂，听到我说话没有？说啥？我那小队还没出来呢。你知道我轰炸的是哪儿吗？你小队没出来。你刚不说进攻点是吧？等一下，我在后边拆一个，你马上就那个，还有十秒拆一个。Take down both garrisons。好了，可以烧了，放吧。还有小队。Squad leader HL。You can put gears in there, I already need one. It's from the airport.最后一个点呢，大家冲啊！给我死你追！通常我跑掉一下。
线 H 线。指挥官，指挥官，对方的那个虎坦克太难对付了，我这里有两台坦克都全部都冻伤了。你标一下对面虎式坦克的位置 ，C 这小队标的是吧？对。咱们这边装甲正在赶。这两个工兵帮我修理一下坦克吧，我现在退回来了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咱们这边坦克没有优势。要工兵帮我修一下坦克吧，跟他们说一下。你自己叫工兵啊。你看看这个指挥频道里边有没有哪个指挥人会派出坦克？防守点在掉哈，防守点在掉，抽一点人来防守，抽一点人来防守，防守点在掉，从负一城东南往上绕的。防守点还在掉哈，防守的人不够，要更多的人了哈，他们站得快一些。拉回来了，拉回来了，拉回来了。